kanadai scrumptious restaurant daiga ho pepper 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heels dae sang gok johnson rescue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gongsin jang gong teng by express canada truly yang gae man will see daup yikun ding jiang bo sa mo galadai yimen gao zet tetsu mg zhang tai bo him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Canada Science Forum Jones Hong Kong S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Spirit of Hong Kong 全城香港精神, Hong Kong Hong St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讲心事系由银行唔 do，we do 太容易案件专家 r e x f o n g 特约赞助播出。每个人都有好多嘅心事，有啲你会好想同人讲，同一啲你好信得过、好亲密嘅人讲，但系有啲嘅心事，你永远、永远都会埋藏喺最深嘅地方。今晚。

歌都唱埋，真係死人！Hello，各位你哋好啊，欢迎咧喺星期三呢个誒北美多伦多嘅晚上咧，同我哋一齐喺呢度咧有讲心事。今晚咧讲心事系有大大主持嘅，咁样咧欢迎大家又再喺世界唔同嘅地方一齐咧嚟去收听香港台嘅。希希望你咧继续会去诶揿 like 啦，继续去支持我哋将诶唔同嘅节目、唔同嘅时段啊，好似而家咁，或者系黎明来都话其他時都 send 出去，同你啲朋友傳。 全部讲晒咁样，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啊真系唔同嘅地方一齐继续咧，为咗香港啦，同埋都系互相嘅支持，我哋咧一齐团结起嚟嘅。咁啊，今晚呢一个咁靓嘅，嗰啲人唔系叫烧咩？唔知嗰啲咧会升天嗰啲咩灯啊？唔知听升天灯啊？嗬，系咯，唔该求祈好。嗰啲由呢、这个呢一、这个嘅背景聚会开始咗，我哋今日咧就好想讲下呢一个新年嘅，因为咧。 真係新年就快到啦、嗯！如果你哋有即係自己嘅計算一下咧，由我哋一月一號咁就係呢一個嘅元旦啦，西歷嘅新西历嘅一年嘅第一日啦，新年啦，到到咧我哋唐人嘅年初一咧，其實只係一個月嘅時間，即係二月一號啊嘛，今年係咪一個月就你知唔知已經過咗兩個两个禮拜啦？已經，即係話仲有咧兩個星期，星期我哋就踏入去呢個農历新年啦。我覺得咧啲時間過得實在太快，快到一個地步咧，除咗做 planning 嘅。 咧会觉得好痛苦之外咧，我哋自己咧好似诶、呃、要预备啊，放完呢个假之后，下一个就系一个农历新年，你知中国人大节嚟噶嘛，好多嘢搞噶嘛，咁、嗯、好似咧好唔够时间做嘢咁，咁、嗯、我、嗯、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诶，即系诶慢慢做啦。我都知道时间好赶噶啦，但系大家可以尽量剔嚟嘅时间去处理每一件事啦。如果一次过咧，涌晒所有嘅诶、呃、拜年要走埋一齐咧，系系好痛苦嘅系咁。

frame 咁樣啦就是、有時間有时间性嘅。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喺呢一個新年嘅時候，就作出咗一啲對自己身體健康啊，或者對自己精神上或者事業學業上咧，做咗一啲嘅、呃、目標。 唔知咧，你哋有冇大家都 set up 到喎？咁啊，如果你有嘅话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成为你嗰个 accountable 嘅对象，去同你一齐去行过，咁样咧，诶譬如我啦，我我我应该要同大家分享过，咁我就决定咧，每日要饮三公升嘅水，三个 l i t 咁然后同埋咧，要食一个咧好嘅早餐。饮，如果一个好嘅早餐咧，可以令我 sustain 得耐啲嘅话咧，咁我之后啲餐数就唔会乱咁食嘢咁样啦。咁希望呢两个嘅啊，呢两。 個目標，我希望可以再恒心咁繼續落去啦。都係過咗兩個禮拜啫，所以我都唔知你都要繼續加油一下先。好啦，但係咧喺每一個嘅好努力 set 嘅目標開始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就會有啲人咧頂唔順噶啦。咁原來咧，你知我喺 i n t e r n e t 見到咧，原來每逢第二個禮拜五啫，sorry，第一月份第二個禮拜五咧，原來咧有啲人 set 咗呢一日咧叫做 Quitter's Day 啊，即係放棄日。 或者係一個放棄者嘅日子咁樣，咁誒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好多人喺一月一號啊，或者年頭嘅時候 set 嘅目標咧，通常嚟到第二個禮拜五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啊，唔想再做運動啦，不如今晚睇 Netflix 啦咁樣，或者。 哎呀，我真係唔可以咁飲水落去，你飲少啲唔緊要啦咁樣樣。咁如此類推咧，原來發覺好多數字上嘅誒嘅統計咧，去到第二個禮拜嘅尾嘅時候呢大家已經頂唔順自己嘅嗰、那個 set 咗出嚟嘅目標㗎啦，可能因為係太過。 夸张太过 aggressive，可能你一次我就话我每一日都要跑诶十、呃、公里咁样啦。咁点知大家可能即系如果你喺北美，就好似我哋咁啦，啱啱多伦多落咗几日好劲嘅雪之后咧，我琴日头先先同求其又讲，我琴日想出去跑步咧，好预备好晒，连对鞋都系可以踩雪噶啦，出到去，屋、OK, 企有少少路，再行多少少。 冇路，我开始要跑街啦，同啲车一齐行咁样样咧。咁我发觉哎呀，唔系好可行咁，所以咧就拧龙咁就兜个圈就翻咗屋企啦。咁如果你系 set 咗一个高话，每日都要跑十公里嘅话咧，我相信喺呢啲天气底下你就好难成功啦。咁如果周而复始一个礼拜里边有两日、有三日、有四日、有五日做唔到呢，好大机会呢去到第二噶啦，一一月第二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唔得啦，我真系唔可以啦咁样样。咁所以就好多人咧会 quit。 quit 咗佢哋嗰个嘅新年目标，咁系系好笑嘅，真系有好多人咧系发生咗系咁样嘅情况，咁样其实呢个时候你望翻咧，诶，如果你之前 set 咗个目标，然后发觉喂死啦，到第二个礼拜唔系好 work 嘅时候咧，咁诶、呃，其实去 reset 或者去 evaluate 一下咧，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 好多時候啊即我我記得我嗰刻都同你哋講過，好多時候大家 set 個高即新年願望、新年目標呢，通常都因為呢氣氛引致你咁樣樣个個個都喺度話 social media 你知啦，Facebook 啊 Instagram 啊嗰啲呢，係咁話，嗱我今年就做啲乜，你又今年做啲乜，咁大家呢喺呢一種好哇情緒空涌嘅情況底下呢，可能就會 make 咗一啲。

你如果有咁嘅情況嘅話呢其實都可以用返頭先我哋講嗰個 smart 嘅方法嚟去定制啦。如果個目標 s 得太高嘅話呢咁可以轉換一下，令佢呢成為一個可以實行到同埋呢可以衡量到嘅目標呢咁可能就會好啲啦。而且呢，頭先我都講過，如果呢你發覺啊，唔係做唔到，唔係計算唔到，但是好似好悶得自己一個去做嘅時候呢，咁你就可以揾個。 同你差唔多目标嘅人呢，大家都可能啊住得好近，然之后大家都想一齐，即系喺我角度啦吓、啊，就可能都想跑步嘅，咁我就约埋出嚟，大家一齐去完成一个个目标嘅时候呢，咁你成功嘅机会率呢就会大好多啦。所以嗰个 accountability 呢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成功，你真系想实践到嘅呢，你话俾人哋听嘅时候呢，嗰、那个成功嘅机会率真系会大好多嘅。咁嗱，譬如嗯，如果我咁啦吓，诶、啊，当我每日。 我話要飲三公升嘅水嘅。如果我嗰日真係完成唔到個目標，譬如一日只係飲到一點五嘅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你都唔好打沉自己，唔好就覺得哦，死啦！我呢一年都做唔到呢個目標噶啦咁樣樣。啊，可能一年 set 太長啦嚇。哎、啊、呢三個月都做唔到呢個目標噶啦咁樣樣，千祈唔好對自己太差，唔好咁快就咁、呃、樣打沉咗自己啦。然後咧，其實過完今日之後，第二日咪一條好漢，我咪再試過咯，係咪先？咁 你飲唔到三公升嘅水真係唔會死嘅，不過飲到就好啲啦吓，咁樣樣。咁所以咧，誒喺呢個時候可能大家都可以做一啲嘅 adjustment 啦，去睇一睇究竟啊，我 set 嗰個嘅目標咧，究竟可唔可行咧，成唔成功咧？亦都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咧。 係转咗佢咯，边个话一定要係喺新年第一日嘅时候 set 一个新年嘅 resolution 系咪先？新一年可以系成个二零二二年㗎嘛？系咪先？咁你可以喺任何嘅时候发觉你诶所做嘅嘢可能唔系最适合你嘅，或者可能你做咗之后你唔中意啦，系咪先？咁唔中意嘅好逼自己做啦，咁就转咗去咯。咁所以呢一、這个都系一个好嘅时候去谂一谂嗯，喺呢个 q u i t t e t day 啱啱咧就系上个礼拜五啦吓，上个礼拜五嘅 q u i t t e t day 嘅时候，究竟我有冇 quit 到任何一啲？ 高数系做唔到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诶，迈、呃、向一个更加好、更加进步嘅二零二二年嘅嗱。咁我提醒咗你咧，上个礼拜五就係 Quarters Day 啦，但系今个礼拜五呢，我哋就更加多嘢要去记住啦。 因为呢喺呢一个星期五，即是嚟緊前两日啦，喺多唔多嘅时间，晚上九点到到凌晨十二点呢，香港台将会有我哋自己嘅黄色经济舱网上市集开放，咁大家呢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有一个呢。嗯 因为你知道而家呢嗰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同埋呢政府都唔系开好多地方俾大家啦，咁所以呢，可以搞到个网上市集，又系好有新年气氛嘅话呢，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喺呢度呢，又可以支持埋我哋嘅黄色经济圈，咁所以呢，系一个很好好嘅机会，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支持下。记住系、呃、星期五啦，即系嚟紧嘅星期五多伦多嘅晚上，由夜晚九点到到凌晨十二点嘅咁。 誒，求其、呃、我聽講，好似你會整啲餅㗎，係咪啊？我冇聽錯呵。總之咧，有好多嘢會發生㗎。咁大家想知有啲咩嘢事發生嘅話咧，記住要黐住我哋香港台啦。咁喺香港誒、嗯、香港台嘅你哋啦，我唔知道誒。呃 有幾多,多人喺多唔多住啦、啊、咁如果你係多唔多住嘅話呢，你哋有冇參有加過喺呢邊嘅年宵啊？咁誒、呃，我以前嘅印象呢，就係喺呢一個誒萬錦市嘅城市廣場。咁而家當然就係即係拆咗啦。佢哋而家轉即係轉松寧誒、呃、做第二樣嘢啦嚇。咁、啊、喺城市廣場 k e n n e d y 同 Steels 嘅交界呢。 當時因為嗰個係一個好誒好多誒中國人認識得同埋好多中國人開鋪嘅地方啊，咁所以呢，一到新年嘅時候呢，好多嘅鋪頭佢哋就會販埋一啲年貨啦，咁啊會裝飾到成個摩好似一個誒即係好好多新年氣氛嘅地方啦，咁誒。 但系呢边咧又唔系好多花卖嘅，因为买花通常要去花铺先有。咁我唔记得喺诶城市广场有冇铺头卖花，但系我肯定佢嗰阵时候就可能会摆啲出嚟俾大家去即系欣赏啊，或者可以去买咁样啦。诶、呃，然之后。 仲會有啲誒，即、啊、係譬如一啲嘅誒呢邊嘅傳媒機構咧，佢哋會搞啲新年活動咁，所以咧呢邊嘅新年，如果你話真係行年宵嘅話咧，喺誒、呃、城市廣場會有咁。不過當然唔係一個年宵市場，你唔會見到其他人入去擺檔啦。但係就係一個好多新年擺設咁樣嘅唐人商場咯。咁另一個誒、呃，我自己好深刻印象咧，就係喺多倫多嘅北面咁嗰、那個市咧，叫做列治文山市 （Richmond Hill）。 咁嗰度咧有一间嘅誒基督教嘅华人教会咧，佢哋每年喺呢个新年嘅时候都会咧有一班呢个教会嘅年青人，佢哋一齐咧会搞一个迷你年宵噶。咁啊，里面会有零食啦，会有啲游戏摊位啊，有啲音乐表演啊，咁都几好玩嘅。即系如果你去唔到，你带带住小朋友去唔到咧咁远，有啲可能即系觉得落到 styles 山会好远同埋搞到好夜咁样啦吓咁诶如果唔開到咁远你系住北面啲嘅。 诶，喺诶 a m 区啊，或者喺诶另一边去 f 咁样啦，咁你就可以去呢一个嘅列志文山嘅呢一间教会嗰度咧，咁就去玩下啦。咁当然而家啦，疫情之后诶，所有嘅呢啲宗教地点咧都系闩咗，咁唔可以再搞啦。但系诶，希望疫情之后咧，佢哋可以再有机会去搞一个呢啲咁嘅迷你嘅年宵啦。 咁嗱，我唔知道咧，其他地方喺海外嘅朋友，你咧又可唔可以喺个 chat room 嗰度咧，同我哋讲下喺你身处嗰一个嘅海外地方咧，有冇一啲类似呢啲咁样嘅迷你年宵市场，或者可能喺啲唐人嘅 mall 嗰度咧，有呢啲咁嘅年宵市场噶？如果咧，你可以同我哋讲下咧，等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哋当中咧有一啲啱啱去到海外唔系好知道或者唔系好认识啊，究竟去到诶、呃、第二度嘅时候会唔会？ 都有得有新年氣氛呢樣嘢咧，咁我希望你哋可以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係如果你知嘅，你話俾我知。咁因為而且而家呢，可能呢啲地方呢。 暫時唔會開放，因為疫情啊嘛，咁但係如果你有嘅知道嘅，你喺度話一話聲俾大家聽，等大家咧喺唔同嘅地方嘅香港人都可以知下，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懷念一下咧，究竟喺香港行年宵嗰種感覺係點樣樣？咁喺呢個時候咧，我俾時間大家咧去留下言去傾下偈先。喺度咧就想打一隻新歌俾大家聽喎。咁呢個男仔咧，佢個佢個誒，即係你可能唔係好認識佢個名啦嚇，但係咧你對於佢嘅形象咧應該會好好，即係會覺得哇～ 好 surprise！你見到應該會認得嘅，佢一一頭爆炸嘅頭髮，你知啦，香港男仔好少整爆炸頭噶嘛，咁佢咧就是、一個爆炸頭嘅男仔，但系唱歌又真係幾好聽嘅。咁啱啱出咗只新嘅歌咧，叫做《新年快樂》。咁咧呢個男仔叫做 Mike 曾比特，我哋一齊聽下。一講開農历新年咧，我真係知道大家都會真係唉有唔同嘅有唔同嘅感受，即、就、係、是、我哋。 无论你喺香港啦，或者可能出咗去诶、呃、外地住嘅都好啦，大家都好挂住呢一个农历新年嘅感受咁我见到头先诶 Three Star 讲啦 m a r k e t v i l l a g e 啦，咁、呃啊、样啦，喺度喺度嗌晒，我都好挂住 m a r k e t v i l l a g e r 咁咧，嗯，头先又见到咧，好似 Anita 又讲过话咧，诶系、呃、我哋今年喺多伦多咧，其实真系冇乜嘢可以做啊！但系咧，我见到唔知系咪诶今朝早咧有一个短，即系我睇嗰啲好短嘅新闻咧，话唔知咧。 我哋個省長係唔係會 lose 嗰個嘅 restriction，即係唔使咁即係 restrict 得咁緊要啦？唔知唔知可唔可以同到屋企人 celebrate 都可以慶祝到呢一個農力嘅新年咧？希希望有啲轉變啦吓，咁啊,啊跟住啊，我知大家頭先有講開話咧 誒、呃、農曆新年啊，就唔係即係唔係 Chinese New Year，right 係咪啊？即係應該係 lunar 嘅 New Year，咁即係我哋平時講即係農民嘅新年啦，right 係啊係啊，都我都我都,我都有聽過嗰個呢一個嘅 term 咁樣去講。跟住啊頭先 Miko，我記得 Miko 你話你喺 AU，我我冇估錯嗰個係澳洲啊，係咪啊？誒、嗯、你話咧有一點二 m i l l 嘅華人同埋華僑啦，咁跟住誒、呃、你知道咧最少有。 最少你知道有三個省呢都有唐人街，又有呢唐人浮，都好有氣氛，有舞龍舞狮同埋燒爆竹。啊、你哋就好啦，係咪因為你哋嗰邊即係誒嗰個政府可能對於、呃 诶，嗰啲、呃、叫做人流控制或者个管理冇我哋呢边咁即系咁赶咁密咁啊，咁你就好啦，因为我真系好挂住呢啲咧，因为你好多我都知道嘅好多诶、呃、海外嘅唐人街或者系唐人咧，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啲咁嘅诶舞狮啊或者功夫嘅啊呢啲，我想叫 club 啊，其实唔系咯，讲到好似会所嗰啲系即系学功夫嘅地方，咁所以佢哋会有人会玩舞狮噶嘛，我好挂住啊，诶、呃、成个商场咧。 誒到到嚟你新年嘅時候咧，佢哋咪冇隻獅去，然之後咧係咬棵菜咁樣嘅，咬到周地都污糟晒咁樣啦吓，咁、啊嗯、我知道啲外國人唔係好慣嘅，無啦啦點解地下周地都係菜咁樣咧？要即刻掃翻佢咁，但係好好笑。呢、這個就係一啲我哋誒誒，即、呃、係、呃就是、中國人，我哋香港人見到嘅傳統，我哋成長就係見到係咁樣樣咯。嗬、啊，真係好好笑。咁、嗯嗯嗯嗯、啊，跟住啊頭先我記得仲有一個人講北美影城，哇！你唔講我都唔記得呢個地方啊。北美影城係唔係喺？ Highway Seven 同埋麥卡云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咁啊我好似好似去過一次，咁因為佢係北美影城啦嚇，咁所以係一個好似係一个空溜溜嘅嗯，即、就、係、是、貨倉咁樣跟住之後就可以入去擺檔咁。anyway，好真係好飞我諗唔翻个印象啦。總之。 多谢你提提翻，我有呢个北美影城呢样嘢好犀利，真系好耐冇谂过。咁尤其是今年，你知喺嚟到呢一边啊，即系诶，首、呃、先多唔多影好噶啦？即系有我哋有华埠啦，我哋亦都有咧，好多喺诶、呃、即系市中心对上面住嘅呢啲市区有唔同嘅唐商场。咁所以咧，新年嘅气氛都几浓厚嘅。咁嗱，而、呃、香港嘅朋友咧，我都知道咧，香港今年嗰个年宵市场咧，啱啱就喺诶唔知一月十四号啦。咁政 我就话啊，因为咧疫情好严峻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取消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嗰个诶、呃、年宵其实就喺一月二十六号就开始噶啦嘛，咁所以咧。 誒而家聽講有好多花農咧就冇地方去散花啦，咁跟住我見到咧，其實都有很多很好多好好嘅誒嘅鋪頭嘅，譬如咧我見到 Facebook 咧實惠啊，係咪賣家私嘅係咪啊？實惠咧佢哋就話啊會支持香港嘅花農，咁可以咧喺某幾間指定嘅實惠鋪頭裏邊咧就可以同佢哋即係。就是 俾佢哋去摆花卖咁样啦，好 nice 啦。然之后又会诶喺呢一个嘅啊诶旺角花墟啊，又会有好多人拎去嗰度散货咁样。咁大家记住啦，我都知道咧买花咧喺呢在这个新年系好紧要嘅，请大家咧十分十分之小心诶，唔、呃、好太逼。你知道花墟都唔系即系多路行噶嘛，都系两边都摆晒嘢，好鬼窄噶嘛。咁千祈就唔好踩亲人啊，或者系喺度闹交。即系新年都系想买个花花屋企开心一下啫，咁。 誒、呃，我希望大家可以誒、呃、幫一下手啦。同埋咧，我睇新聞就見到其實有好多誒呢啲賣花嘅花農咧。我成日以為咧啲花係喺誒大陸運過嚟嘅，但原來咧其實唔係嘅噃。原來香港本地咧都有好多種花嘅花農嘅。咁而且佢哋種嘅花咧係經過好多年嘅時間去研究啦。譬如菊花點樣可以由 由細朵捉將佢咧種到或者變種到一個好大，你知一開嗰啲蟹爪菊咧好鬼大棵噶嘛，即係點樣去做呢啲嘢？其實誒、呃、花農都花咗好多心機去轉研同埋去 develop 佢哋嗰啲嘅花種噶。咁所以如果你喺香港嘅話咧，你就可以去新界搵下佢哋啦。咁我諗應該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呃、去咁啲貨嘅，因為咧冇咗年宵市場咧，的確佢哋以前係一次過種好多，跟住就諗去年宵市場度銷噶嘛。而家就係、是。 坐咗喺個佢哋自己嘅農地度，唔知點算好咁樣樣。咁希望係啦，希望大家可以誒、呃，如果你喺香港嘅，你又可以去到遠啲新界嘅話，咁就去支持下呢啲花農啦。咁嗱，我哋頭先一路講啦，誒、呃、行年宵啊，其實我哋香港人咧有時都叫行花市，因為真係好多花賣噶嘛。咁誒呢一定係咧，差唔多我哋每個香港人咧，即、就、係、是、去到農历新年前一一定會發生嘅一樣節目嚟㗎啦。咁大家有冇研究過咧？點解咧？呃 行年宵又會叫做行花市，同埋點解啲人即係一定要喺新年嘅時候去行花市嘅咧？咁嗱、呃，我就做咗少少嘅啊 research，睇下究竟，喂，誒、呃、我哋究竟幾時開始，或者點樣樣會無啦啦有花市呢回事㗎？咁樣樣，咁原來咧，呃 呢個花市呢個 term 咧，其實就喺誒廣州嘅時候咧，喺誒春天，即係尤其是係新年嘅時候咧，就會發生嘅。咁係一個傳統嘅活動啦。咁大約咧喺好似話喺明朝嘅時候發生嘅。咁本來咧其實因為佢呢一個誒買花嘅地方咧，其實咧就係喺呢一個嘅碼頭附近嘅。咁所以以前咧碼頭叫渡頭噶嘛。咁所以其實以前嘅花市咧本來係叫做花渡頭嘅。 就系即系喺个码头嗰附近咧去卖花，咁话说咧喺诶广州嘅珠江南岸嘅地方咧，嗰度有好多人种花啦，咁所以咧好多花农就会带住佢哋好靓嘅花咧，去到呢啲唔同嘅码头、去渡头嗰度卖啦，咁好多人咧就喺个光诶嘅。呃 人咧就會誒搭船啦，然後過嚟喺呢啲碼頭上面咧，從呢啲誒賣花嘅呢、這个花農咧就去誒一一從一齊去研究啊，買花啊咁咁呢個咧就係最早期嘅一個花市嘅情況啦。咁後嚟咧喺 夜喺廣州咧就漸漸出現咗，唔係淨係日頭喺呢一個碼頭卖花嘅嘢咯，亦都咧將佢轉移咗去夜晚嘅時候買花，咁最後咧慢慢就成為咗喺農历新年裏面夜晚有得買花呢一個環節，咁就變成咗一個叫年宵花市啦。咁我諗可能因為咧廣東人，我哋都覺得咧。 喺新年呢，要买枝桃花啊，要去买啲好靓嘅兰啊、菊啊咁样样，去令到屋企呢带起嗰个嘅运气啊，令到屋企呢好即係好有生氣咁樣樣。咁所以呢。 喺新年嘅時候咧，買花呢樣嘢咧係十分之受歡迎，因為大家都係咁諗嘅時候，咁就營造咗呢一個嘅有花市呢樣嘢啦。咁嗱，呢、呃这個本來花市或者花道頭咧，就係喺呢一個誒廣、呃、州出現噶嘛。咁當然因為好受歡迎嘅時候，你知亦都傳嚟傳去啦，最後咧就流傳咗去唔同嘅地方。 包括埋咧係香港嘅，咁所以咧，誒、呃、你就開始咗啊，原來香港都有呢一個行花市呢樣嘢啦。咁起初咧喺香港嘅年宵市場咧，嗱依家誒，唔該晒求其豪你幫我擺咗呢張相。以前咧其實嗰、那個你諗下以前嘅誒、呃、賣嘅鋪頭，佢唔會叫一個哇呢、這個叫。 年宵市場咁樣好大啊！喺圍院咁樣圍住一齊咁勁噶嘛，其實只不過咧係一扎小販喺條街度，大家劈晒啲花出嚟咁一齊賣啦。咁你最開頭揀個地方咧，就係你哋而家喺個 screen 前面見到呢個地方啦。呢度咧係叫文衞街啊，咁即係咧喺上環嗰附近嚟嘅文衞街同埋蘇坑街咧，呢、這、一個係。 听闻啊吓，即系呢个系最早嘅花市嗰个嘅选址，就系、是、咧太平山下面嘅。咁因为咧，诶太平山嗰阵时候咧，唔系一个诶好多人发展嘅地区，但系咧就开始有华人聚居咯。咁又啱啱新填海啦，咁所以诶。 好好吸引咗好多呢啲花贩同埋一啲小贩咧嚟到呢一度聚集，咁佢哋有诶、呃、卖花啦，有啲就诶摊档啊，咁跟住有其他商品啊、糖果、瓜子，唉、哎，乜鬼嘢都有得卖咁样啦。咁所以啦，以前冇呢一个咁咩小贩规管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周围劈晒啲嘢喺地下嗰度。咁当时嘅政府咧，诶、呃、诶、呃、就唔识得点去管理嘅，净系话啊你哋。 你哋啊，唔好乱咁摆啦，即系起码唔好摆到一地都系踩烂晒咁样啦，同埋叫佢哋诶唔好摆到太多货品。咁其实最后都系希望咧，你哋如果出事，即系有咩事要消防员入嚟嘅时候咧，要有条即系通道俾消防员入去噶嘛。咁所以就叫佢哋啊，你哋係好啲啲嘢啦，咁样样咁。 誒、呃、擺花之外咧，咁亦都有其他人咧喺度賣其他嘅貨品。咁但系咧喺呢一個嘅叫做誒文睇先，係文鹹街咧嗰度咧，大部分嘅時候佢哋都係賣花嘅。咁喺嗱誒呢個時候就大約係睇先一九二四年嘅呢張相，好似話喺呢、呃、一個我我 search 嘅時候咧，誒揾出嚟嗰人咧話喺政府嘅一個嗰個 website 嗰度揾到嘅，即政府嘅文叫做咩啦誒 documents。呃 Doc document website 咁樣樣啦我試過想 l o a 入去嘅，但係咧我估要 login，可能要攞我啲資料，但係我冇資料俾佢所。 我唔 login o k 咁好啦，咁可以誒嗱、嗯，你知道跟住就打仗啦，香港就淪陷啦，咁喺日本佔領咗香港之後呢，其實都有年銷市場嘅，咁當然不過梗係管得好嚴啦，亦都係即係只係俾你哋好少人做生意，當然之後入面可能亦都 involv 好多要賄賂先至可以買到嘢嘅機會啦嚇，咁誒嗰陣時候依然都有。 到到咧，誒、呃，終於冇事啦！我哋香港重光之後呢，咁香港嘅政府就開始呢去管理呢啲小販喎，因為你知佢哋真係攞大幾個大攬劈喺地下，跟住就賣嘢㗎啦嘛。咁所以喺一九四六年嘅時候呢，就開始向啲小販呢去發牌照啦，就係、是、呢個小販牌啊。OK，咁而連銷市場嘅方面呢。 政府喺一九五零年嘅时候呢，都是好似开一个小贩牌咁样，就开始咧啲小贩拿。你揸住呢一个牌呢，你就可以喺唔同嘅地方买卖啦。咁当年咧一九五零年嗰阵时候呢，佢哋就叫啲人咧喺呢一个告示打道。 同埋咧，誒、呃、就呢個就係香港嗰邊啦嚇，然後九龍嗰邊咧就喺西洋菜街，就俾佢哋喺呢啲地方度發個牌俾佢，跟住咧佢哋就可以以小販嘅身份去經營。咁嗰陣時候咧，誒、呃、都即係都好多人去去競投嘅，因為咧誒、呃、一到新年啊嘛，新年做到好多生意，咁所以咧就有好多人去做啦。咁年宵嘅時候咧，一呢一啲嘅小販會賣咩咧？誒、呃、一定會賣花啦，會賣年貨啦，跟住仲有咧好多熟食喎。咁、哦、即係好似我哋即 行旺角咁樣咧，哇！呢度行啲，嗰、那、度、個、行啲咁好多嘢食。咁到最後咧，喺一九五七年嘅時候咧，原來咧，政府發覺咧，佢哋買熟食嘅時候咧，買得太危險啦，可能係陸商人啊燒到嘢之類之類。咁所以咧，就叫佢哋咧唔好喺誒。 呢個年宵市場賣熟食，一九五七年嘅時候，咁所以有一排咧，香港嘅花市咧係唔可以买嘢食嘅，因為就係可能個即係佢可能个管制比較嚴谨啲，因為以前可能大家冇乜呢個防火意識咁、啊、樣嗱，誒頭先我講咗啦，以前嘅年宵咧，其實主要咧。 真係淨係賣花㗎啫，唔似而家咁樣樣咧。乜鬼嘢都有得賣。而家係即係好多年輕人會喺嗰度創業噶嘛。即係豬年就賣好多豬公仔啊。咁、呃、誒，如果今年本來如果有嘅話，可能有好多虎年公仔啊咁樣樣，即乜都有噶嘛。而以前嘅香港嘅花市咧，誒、呃、就好流行賣啲乜嘢咧？ 賣水仙啦，我諗大家都知啦，因為要夾啱個時間，個水仙要喺年初一嘅時候先至開噶嘛。另外咧，仲有吊鐘花喎，咁我都好記得吊鐘花係即係其中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個嘅嘅品種啦。另外仲有咧萬壽菊同埋吉樹，都係咧喺五十年代嘅香港咧十分之受歡迎嘅一啲花嚟嘅。咁好啦，喺度。 一九六零年嘅時候咧，年宵終於咧就搬咗去我哋認識嘅圍院，就而、是、家大家望到，哇！呢、这、一個睇落去好似雜架攤嘅地方啦。呢一張相呢，我頭先揾嘅時候呢，我記得係喺好似係一九六幾年嘅時候嘅圍院嘅一個嘅年宵市場。咁大家。 唔知認唔認得啦，即係當時呢個小少少似咧西洋菜街咁嘅擺法噶，哇！周圍啲燈咧亂咁擺啊，跟住之後啲誒帆布又係咁扯高晒。咁就呢個就係一個年宵嘅市場啦。咁入到去誒圍、呃、院之後咧，咁 obvious l y 啦，可以劃清楚啲地方俾啲小販去賣啦。咁政府又可以管制得好啲，對於嗰個嘅誒。嗯 人流控制啊，同埋嗰啲消防条例啦、啊，就管理得好啲。咁所以咧，就由以前喺条街咩文咸街咧逼住逼住咁样，完全冇管制，到到而家呢一个一九六零年之后嘅啊诶、啊啊、年宵市场咧，已经争好远啦。咁样安全咗，咪更加多人去咯，亦都有更加多嘅花农咧去摆位。咁所以咧，其实进步咗好多噶。咁然后你又会见到咧，好多人去行呢个年宵市场诶。呃 我我我我幾多年冇行過年宵，我真係唔記得。總之好多人去試一試，佢哋究竟咧佢個貨品可唔可以喺年宵嘅時候買到？通常咧年宵嘅時候，如果嗰個貨品可以上到假多人買嘅咧，佢之後嗰一年咧，通常就會真正咁推出喺市面，然之後你就發覺會有好多人走去買。咁所以去行年宵係好好玩嘅，而且咧、呃、行年宵嘅時候咧我。 以我所知下我發覺我冇啦。OK，係有好多情侶去約會，第一次約會嘅地方嚟噶。OK，但係到到我識拍拖嘅時候，我已經唔喺香港讀書，所以我冇試過去年宵堂嚟拍拖咯。OK，咁啊，呢、这個就係我我印象中同埋我記得喺香港年宵嘅時候一啲嘅一啲嘅可愛同一啲嘅嘅 interesting 嘅嘢啦。咁啊～ 头先讲开话咧，喺年宵嘅时候咧，你会揾你嘅拖友一齐去啦。咁我就谂起咧以下呢首歌，唔知点解，即系突然间就觉得，一定要翻翻去嗰啲日子。然之后阳光柠檬茶咁嘅 feel 咧，咁我就拣咗以下呢首歌俾大家听，系诶 J ace, 陈海荣所唱嘅初恋。大家一齐听下。哎呀，你 show 唔到我有，我而家跳紧嗰啲。<laughs> 中国舞 OK，要扭住条腰嗰啲啊，OK，哎唔好讲笑，我有个朋友系教中国舞 o k 我好鬼羡慕啊，我我我要我大个咗。 所以我而家都好大个噶，OK，即系我要我要继续锻炼好我的身段，好似佢咁，可以扭条腰落去咁样跳中国舞先得，冇讲笑。好，头先我见到我哋好多谢你哋呢去提醒我呢。诶、呃，已经有人系咪睇咗诶，我哋安省嘅新聞，系讲话三十一号开始系咪恢复返堂食五十、呃就是、个 percent 嘅啊，即系嗰个嘅入入座率系咪啊？咁啊。 頭先我問過求其我咁啊，我唔知道即 official 咗未？你知噶啦，我哋呢邊政府好鬼中意揾人，誒、哎，即消息嚟到話就會係咁咁樣。通常嗰個消息之後就係嗰個消息嚟噶啦，所以差唔多噶啦都係。好咁咧，另外睇先，誒、呃、Miko 你有講翻話今年 Sydney City 嘅 Celebration might not。 be as big as before，即系冇咁大啦，又冇誒、呃、旅遊人士啦，又冇一啲海外嘅學生，又冇 business 可以 make 到 profit，咁所以嗯有啲嘅中國嘅餐廳都可能暫時要關閉啊！我哋呢邊都係即有啲誒細型啲嘅餐廳，如果佢做唔到誒網上嘅外賣啊，或者係自己接唔切生意咁，有啲都寧願即係暫時要誒閂咗先，因為都要教做噶嘛，係咪先？所以都幾都几困難噶，係啊～ 先，诶，头先咧，我见到 Alice，你话诶呢个歌手，我估你讲紧 Michael 系咪啊？话佢个头发系佢 gimmick，好容易俾人记得。我都觉得系，因为你有见过边个嘅香港男艺员或者歌手会整个爆炸头啊？系咪？爆炸头好难 work 噶嘛，笠个假发落去得啫，系咪先？冇错，所以好多人认得佢。 跟住睇先，唉、哎！以前过年，阿 k h a n 昌，你话以前过年落街好多小贩，而家冇晒冇气氛。我谂你都系讲紧喺香港啊，嗬，即系系落到去，而家大家都好避忌，又唔会好近咁样，因为好惊，即、就、系、是、疫情咁咪会传染到，咁所以系好系好辛苦，系真系惨啲咁样系。诶，仲、呃、有啲乜嘢咧？吓、啊，大家又谂起又食棉花糖啊，咁样跟住，嗯。 啊，係啊，仲有 anson，你話呢，誒而家網購影響咗好多傳統小販，其實呢真係一本一本，我都覺得係好慘。傳統嘅小販有佢哋自己可以賣到嘅嘢，譬如呢，誒、呃、我成日都諗起喺香港買呎呎糖同埋嗰個糖葱餅呢，咁嗰啲冇得網上買啦啩。雖然我見到喺呢邊團購誒、呃、多倫多，我見過人團購買，但始終都唔係。 人手喺嗰邊整個咁好食啊嘛，係咪先？咁咁，但係的確係嘅，網上、呃、令到好多小商販做唔到生意。但係呢網上嘅購物呢，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呢啲喺唔係喺香港嘅人呢，有機會可以啊、呃、買到一啲我哋喺香港好掛住嘅一啲嘅、嗯、食物啊或者用具啊咁樣樣。我好記得以前啊，你知唔知移民嚟到呢邊呢？即係十幾廿年前呢。 我有朋友说买个红 A 的胶桶要来帮小朋友冲凉，你知即系。 即係紅 A 紅色圓形嗰只咧，都要成廿蚊定啲幾多錢咁樣，都之好貴啦你會好唔捨得廿蚊咪有膠桶咁，但係佢紅 A 咯，OK，佢喺香港運嚟，咁所以好貴。咁而家即係呢種叫做世界貿易發達咗咧，網上購物就方便咗好多唔同嘅人可以去誒、嗯、做到佢哋嘅生意，亦都可以令到海外嘅華人可以享受到一啲誒淨係香港先有嘅嘢。咁所以有利有弊啦，我都 agree 嘅，即係每一個地方都有呢一啲咁。 咁样样嘅情况出现到咯，啊，跟住哇，你哋好犀利，太多到一个咧，我估我一定系追唔切大家嘅 message。唔紧要，我一阵间再睇下先。好，等我翻翻嚟同大家倾下其他嘢先啦吓。咁啊，诶、啊，头、啊、先我讲开行翻行销啊，咁样啦，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可唔可以翻翻去我哋即系 pre covid 冇呢一个嘅疫情之前嗰种嘅新年。 咁通常就會誒年廿八岁啦，邋遢啦，跟住廿九三十開始就要約唔同嘅人啦去食呢個團年飯啦。如果你係結咗婚嘅，你可能有屋企有你老公或者你太太嘅屋企，咁呢啲全部都要安排啦。咁喺食完團年飯之後呢，大家就會。 大家坐埋一齐咁开心，食完晚饭之后咧就会去呢一个行花市啦。我都记得有一年系同爹哋妈咪食完饭之后咧可以去行花市嘅，真系好似得一年咋。我谂多人得滞咧，即、就、系、是、你咁塞完落去之后真系好痛苦。但系咧，诶、呃，大家都会想去维园嗰个，因为维园嗰个系最大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嗯。 一定會咧，好想爹地媽咪帶我哋去嗰個地方度行。咁當然啦，如果你唔係喺港島區或者你唔近呢個維園嘅話咧，咁喺香港其他嘅 location 咧都有。其實其今年都有我知道，即係未喺未 cancel 之前咧，香港其實唔係淨係維園嗰一個年宵市場噶嘛，係咪先？仲有其他地區遠啲嘅年宵，咁又可以去嗰度誒擺花。 買即係買花啦，去亦都有花農去嗰度買嘢啦，咁所以其實可以散開啲人，唔係一定要塞晒喺圍院嗰度嘅。但係圍院就係最卡實嗰個地方啦。咁然後誒，唔、嗯、知大家即係有冇諗翻起以前細個去行呢一個花市嘅印象？咁我咧誒好記得嘅，好記得嘅就係要 obviously 去咩咧？就去買花，OK，a n、嗯、買去買花，OK，即係走去要買屋企嗰一樖好靚新年要買嘅花啦吓？咁啊～ 但系小朋友梗系唔系谂呢样噶嘛，梗系谂喺年宵市场入边有好多玩具卖，同埋好多好新奇嘅嘢喺嗰度先卖到噶，系咪先？通常咧喺年宵卖嗰啲玩具咧，其实可能你平时喺旺角女街或者咧去到后面玩具街咧都有得卖嘢嚟嘅，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咧巴士嘅时候去年宵咧，嗰样嘢特别倾向、特别好睇同特别好玩嘅，咁所以咧。 一定會有小朋友咧，好期望可以去到呢一個年宵市場嘅時候咧，睇爹哋媽咪可以買花嘅時候咧，我之後就可以走去買個玩具玩咁樣樣啦。但係因為咧，你見到花市嘅時候，真入到去咧。 膊头对膊头咁样噶嘛？如果你系一个细个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就会俾人夹咗喺中间咧，完全唔知自己去咗边度。咁所以咧，一定系咧，诶、呃，首先要 fulfil 咗屋企人嘅第一个任务，就系、是、咧要去买花，或者甚至我谂好多屋企人，屋企人都会去买桃花，系咪先？咁啊，去买花嘅时候咧，诶、呃，你一定见到啲诶。呃 诶、呃，即系爹哋妈咪仔度啊，嗌下价啊。其实我系听佢同呢一间嗌完啲价唔啱，去下一间。其实下一间可能都系同一个花农开，佢只有搵第二个人过去企嘅啫。咁所以咧喺度喺度嗌嚟嗌去啊，跟住又拣下啲花冧大唔大啊，或者诶啊诶个个颜色靓唔靓啊，跟住仲要拣、啊。点解点解一定要连三晚先去行嗰个花档？就系、是、因为希望买一盆花。而家望到佢个样，听日年初一嘅时候佢会开咯。 咁所以好多人去到臨尾嗰日咧，先至走去買呢啲嘢。咁所以係一個咧好大嘅誒腦筋急轉彎啦，同埋體力勞動嘅一個 visit 嚟嘅。你要去到要同人哋搶，要同人哋買，仲要討價還價嘅時候咧，係一件好攰好攰嘅事嚟噶。咁誒、呃、呢一啲咧買花嘅地方咧，我睇誒資料，其實我我真係唔知，我冇聽過。但係咧誒資料上面話咧，其實。 通常佢哋嘅分咧，呢啲叫做濕盪，濕盪就係賣年花。咁我估濕盪係因為呢，你知賣花，你啲花又浸住水啊嘛，咁所以你每日都要添水或者搬嚟搬去嘅時候呢，地下可能係好濕，咁所以呢，我估嘅就嚇、是，即係但係，I think it makes sense 那那。咁嗰啲呢就係、是、叫做濕盪啦。咁另外當然買小朋友最喜歡嘅玩具啊，或者係嘢食啊嗰類嗰邊呢，因為冇咁濕㗎嘛，所以嗰啲呢就叫乾盪。 咁所以就有分呢个湿档同埋干档嘅分别，大人咧就全部都涌去呢一个湿档度买花嘅，然后咧小朋友咧就要喺度等等等等等，等到屋企人买完呢一个嘅花之后，就冲过去睇下咧干档嗰边有啲咩卖。咁啊，唔知你哋你哋有冇即系有冇、就是、人有啲乜嘢印象？你以前行年宵嘅时候咧，最想卖嘅系乜嘢啦？诶、嗯，我谂到咧就系、是、以前一行到去嗰啲叫做干档，即、就、系、是、卖。 诶玩具啊，卖总啲嘢玩嘅地方啦，嗰度咧。 basically 係一個玩具反斗城嚟嘅，即係以前香港我都知，以前香港有玩具反斗城，但係一個年宵嘅攤位，然後周圍都係賣緊玩具啊，轉嚟轉去嘅音樂啊、誒、啊、閃燈啊之類嘅嘢啦，嗰度簡直就係一個玩具反斗城。你根本上就係走唔到嘅，然後每一樣嘢睇落去都好似好吸引，去到新年有咁多人同你擁嘅時候咧，有人嗌，搞到個氣氛咧可鬼死高漲。跟住之後，個個小朋友去到咧，通常都係走。 我唔啦，一定要买完嘢翻屋企嘅。咁我我好似记得当年有一排咧好兴，你知乜嘢？系吹气嘅诶，锤、呃、仔啊，即系好大只嘅。跟住之后咧，吹完气之后系一个锤仔嚟啦，入边有个浪浪啦。跟住之后可以打人嘅时候有声嗰啲咧，咁咁我记得我都死女烂女都攞咗一个咁嘅吹气锤仔翻屋企。讲真，呢啲嘢咧买翻嚟之后，你知咧买完。 吹一吹揼两嘢，俾小朋友玩完之后就烂噶啦嘛。而家自己做咗父母，你就知。My g o 嗰嘢翻屋企做乜鬼啊？系咪先冇用噶嘛？咁但系咧，而家谂翻起当年，其实啊，父母都。 系即系想自己开心啊！咁又新年系咪先？咁所以咧，有时呢啲钱咧真系诶使咗嘅，系、啊、会咁我为咗自己所爱嘅孩童或者诶，依家谂翻起自己都系要多谢爹哋妈咪喺喺呢啲咁嘅无聊嘅子里面咧去使埋呢咁嘅钱咧，去俾我哋做埋呢啲咁嘅无聊嘢啦。OK，咁咧，嗯，讲开呢啲嘅。 好好懷念嘅嘢咧，我近期聽到一隻誒新歌咁樣咧，就係喺 ERA 入面嗰四個男仔啦，其中一個肥仔就係叫梁叶咁樣咧，佢有一首新嘅歌曲咧叫 Dear Mama，咁呢一首歌咧又係寫得好好嘅，佢話咧。 好多時候呢男仔尤其是係好難識得同咧誒佢屋企嘅親人，尤其是媽媽去開口講佢有幾多謝佢有幾愛佢。有啲時候呢真係只可以憑歌记忆咁，所以咧佢就寫咗呢一首，佢就唱咗呢一首歌叫 Dear Mama，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 好呢首咧就系肥仔唱嘅歌啦，咁样我都知道听嘅时候咧，我发觉得哇太感动啦！今日明明讲年宵，讲啲好气氛嘢，但系咁又简直咁嘅歌俾大家听。不过啊，又系咁啦，诶、呃，介绍歌嘅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听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咧，支持一下香港而家乐坛咧，好真真系好百花齐放嘅年代，十分之开心啊！咁啊，我头先望到就有几位朋友，你哋都有喺度倾紧啦，讲开香港嘅诶年宵啊，咁样样，嗯 politics, politic Polit life 系咪？我冇读错。politic s life，你有话咧？诶，就算疫情过后，香港开翻年宵，都唔似以前啦，冇晒充满创意嘅年青人摊位，冇晒民主派嘅盏鬼摊档，再去都冇意思。其实咧，我睇翻啲诶旧相，咁啊，我喺度抄紧啊嘛，疫情前嘅诶维园嗰啲档嗰啲相咧。 其實你講得啱啊！有好多咧，點解係年轻人開發創意嘅地方？就是、因為維園咧係咁多人流嘅時候，佢乜都賣得。以前真有好多好笑嘢㗎。你你知好笑嘢就係要有創意，然後就係要二次創作噶嘛，係咪先？如果而家個社會咧收窄得咁緊要，冇晒可以做二次創作嘅機會，大家都覺得喂，我掂親乜嘢都可能會出事，會俾人告嘅時候，咁冇創意。 咁同就咁，我去一個普通嘅 model 入去買嘢有咩分別咧？係咪先？個個都係呢啲叫 mass production stamp chop 出嚟嘅嘢，其實真係冇乜意思。咁但係唔知啊，諗住過咗疫情之後先至再睇下香港嘅年銷市場係點樣樣咯。咁冇辦法去到香港嘅年銷市場咁點咧？咁我就再次提一提大家喺今個星期五多倫多晚上九點鐘到凌晨十二點，香港台咧係有自己嘅年銷市場網上市集嘅。咁樣咧、呃、今 如果大家有呢个到诶 Fiona Yellow 佢嘅诶呢个 Facebook account 咧或者佢嘅 IG 啦吓，你就会发觉咧佢已经收到啲利是封啦，啲利是封咧佢仲话设计同埋个做咧嗰个质感做得好好啊，唔该晒求其好，你睇下你喺 print 出嚟。 嗰個顏色編得幾好，咁我亦都好多謝咧，幫我哋去編誒，同埋去接呢一扎利是風嗰啲嘅誒誒商户幫你做好呢樣嘢，實在太厲害啦！你哋咁啊，好似阿 Fiona 開第二條 link 可以再訂我冇睇錯嘅話，咁所以大家咧就去佢個 Facebook 或者 I G 度 check check。咁如果你 click 到入去條 link 度咧，咁你又中意呢個利是風嘅話，就記住去買啦。另外星期五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嘢等住大家。 去听同埋去睇嘅嗱，咁你当我嚟到嘅时候，可能会拣到心头好咧。虽然唔系好似咧今朝 Fiona 同埋阿 Jo 讲话咩话，一秒卖一千件衫。 唔系咁样打个手指就搞掂，但系可能有啲嘢真系合你心水嘅时候，你又见到嘅话呢，咁我就好建议大家啦，喺呢一个香港台做紧呢个网上嘅诶、呃、市集嘅时候呢，去购买啦。咁我多谢大家记住，一定要嚟支持下啦，因为呢会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嚟参加，我相信呢一定会好开心同埋好好玩嘅。咁今晚呢，大家就提示大家同埋同大家讲年宵嚟到呢度啦，希望你哋都可以呢诶、呃、星期五嚟到同我哋一齐去参加。 中间呢个嘅诶网上年宵啦，有一啲嘅新年气氛啦，希望阿 Jo 可以诶诶、呃呃、着下呢一个新年衫，然后啊叫 Fiona 去跳中国舞，应该 OK，我觉得呢一个系卖点 OK，你叫佢着红色衫跳下中国舞啦 OK，好啦，今晚系咁啦，时间系咁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